好酷。好，触摸到触觉神经之后呢，我们需要一直往反方向走。来，现在请各位看到我们徐阳跟李妈这边，对，他吸到水之后呢，就往反方向走，并且把水吐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再来换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徐阳跟李妈往反方向走过去哦。好，接下来请各位再看一次我们徐阳跟自己李妈这边。好，那我们吸完海水之后呢，他就往反方向走，并且把水吐出来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次哦。好，不行，不好，不好，来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徐阳跟弟弟再做一次。哦，非常惊险，对不对？谢谢我们工作人员这么配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啊，徐阳跟弟弟就往反方向走喽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徐阳跟弟弟以及这位会弹气球的小弟弟，谢谢。